香菇烧鸡是我从小就喜欢一道菜，每当我在田坝头看到土鸡的时候，我就幻想它变成香菇烧鸡是啥子味道。干香菇开水泡的时间不要太久，这个样子烧出来的香菇烧鸡味道才更浓。最好选用8到9个月的土公鸡，土公鸡的肉吃起来有嚼劲，又香又鲜。香菇烧鸡的水要一次加够，中途不能再加水。土公鸡烧1个小时左右，如果是饲料鸡，烧20分钟就够了。干香菇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可以帮助肠胃的蠕动，清除身体的垃圾，据说还有很好的减肥的功效。